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这一款香缇半精灵英雄。啊，这款游戏呢，我看过那个游戏画面，非常的精致，非常的优美，重点还是有妹子可以看。啊，这款游戏呢，里面有超多妹子的啊，那个、玩的话绝对让你们心旷神怡啊。啊，不过呢，在这边呢，稍微跟各位报告哈。老头之前没有玩，是因为呢，它是英文版，然后一直都没有汉化。没想到事隔一年多左右，它终于出了正体中文模组。但是呢，这个正体中文模组呢，它并不是官方出的，它是一个叫做靠杯就是硬的这个粉丝团啊，这个版主呢，他出了正体中文模组。而且呢，老头之前玩虚空骑士啊，不管是什么啊。有一些中文模组繁中非常漂亮的，全部都是他做的，所以说呢，老头呢在这边呢恳请支持他，去他的粉丝团按赞，到他的粉丝团啊直接冲破10000赞吧，他就会带来更多的繁体中文游戏啊，而且真的这个版主真的是佛心来着的，他完全不跟你收钱，完全不跟你收费啊，只要你帮他按赞就好了啊。哦、我们游戏开始的时候呢，哦、选择新游戏，好不好？这个汉化赞不赞？这个汉化，这个字体赞不赞？啊、哦，硬派模式、哦，我们不要玩硬派。然后这个海盗女王呢，就是她的 DLC、哦。啊，作者有那个官方汉化有说，不是官方汉化，啊、哦，这个靠北就是硬的版主有说，啊、哦，如果他粉丝团的赞数变多的话。他考虑做这个版本的汉化，哦，你看你尚未购买本游戏，所以说呢，他这个版本还没做汉化，啊，如果你们战术多，他就会汉化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玩一下一般模式就好了，以半精灵英雄香缇进行本传故事 ，Let's go， 哇，超帅的，你看看这个画风多漂亮，多可爱 ，so kawaii。哦、我现在正在睡觉，我醒来了，困醒啊，嗯，妹子，她叫香缇，有人在那里吗？嗯，有人吗？哎呦，我突然起来了，哦，好强好强，很会蹲，哇，这个姿势，嗯，可以，哇，跳跃，嗯，不错。哎呦，跳下来了！哎，他这个真的做的超棒的，好好笑。狂暴技，啾，超屌的！哇，画面超棒的，我的天啊！又有繁体中文汉化，这根本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！真的超幸福的。像这种高优质的游戏，那都是因为卡在没有汉化没办法玩，真的觉得很可惜啊！这都要托我们这个啊靠北就是硬的这个粉丝团版主，感谢你，太棒了！哎，别困 ，Uncle， 你又在工作室睡着啦？啊，我之前从没有看过这扇暗门，哎呦，下面有个暗门啊！不晓得通往哪里，哦，好吧，下去了，就一去不会回来了，有没有？哎呦，这有箱子哎，这么酷哦！嘟嘟嘟，让我看一下选项，它选项还蛮一般的嘛。我想说看可不可以就是把帧数调到上面一点啊？算了，其实60张就够了啦，哦，不需要要求太高。哎呦，被火碰到烧掉是怎么回事？哈哈哈！来，嫩，哈哈哈哈！这蝙蝠好笑、啊，来过来这里哈，呀呀！哇，我都没有武器，就用这种方式攻击啊！啊，解决了！哇，怎么越跑越里面啊？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地方？叔叔知道下面有这种地方吗？他一定知道，只是不跟你讲而已。那个声音又出现了，欢迎精灵之女。
谁在说话？不管你是谁，你现在最好给我出来！我这就出来啦！我是精灵之女，好不好？乱讲，别害怕。咦，你是谁？我来自精灵国度的信使。我召唤你来这里，是要你提醒大难将至了。再过不久，黑暗特使将会袭击我们世界的核心。他试图腐化我们的魔法，并利用他们来谋取私利。我们的力量将任由他摆布。这个黑暗特使将会统治我们两个的世界，没有人能逃脱他的愤怒。哦不，听起来很严重。我该如何阻止他们呢？身为精灵之女，只有你有拥有阻止他的力量。好老梗的剧情啊！啊，我但怎么做？我会尽力帮你的，如往常一样聆听我的声音，并顺从自己的内心。只有这样，我们两个世界才能得救。哥，怎么还要点点点？等等，别走！我的妈妈呢？她和你在一起吗？啊，这感觉好像是她从小她妈妈就去世了。点点点，不回。我听不太到你的声音。她也有危险吗？请告诉我。点点点，拜托，我必须要知道。别离开我！啊，然后获得神奇的力量。身体发出了光芒，这是什么？要储存游戏吗？好的，他储存游戏是这样存的，还蛮屌的。哎呦，天哪！我做的这梦还真有点离奇。为什么我现在直接跑到这边来？我好多妹子，你看，以后睡前不看漫画了，而且也不能把整桶的冰淇淋吃光了。哦，对了，既然都起床了，去看叔叔了。他可能在工作室忙着弄些有的没的。哇！你看，他站待机的画面就是这个样子，跟着舞步摆动，嘟嘟嘟。哦，我攻击是用头发。哇！按字吧，跳舞了。哇！扭腰摆臀，嘟嘟嘟嘟嘟嘟。啊，好爽啊！看来蛮兴奋的。然后这储存游戏。储存中，你也想要定制自己的能力吗？去杂货铺吧，知道吗？爱女孩爱按腰来扭腰摆臀吧，呀、yeah ！知道摆臀可以干嘛？工作台，嗨叔叔 ，Uncle 妹妹，嗯嗯，哎、欸，昨晚我做了一个超怪的梦，你可以详细跟我说说吗？但首先，帮你的老咪咪克叔叔一个忙嘛，老咪咪，好啊，是和你发明的东西有关吗？等等你就会知道了。我订了一台机器零件延期了，今天应该会到货。我派你去好朋友菠萝那里，菠萝去杂货铺取货，但他没有回来，一个小时了。总是心不在焉，能帮我麻烦去取零件吗？没问题，叔叔。好，我们要去取零件，帮忙。哎、欸，你好，话痨目前关闭中。好。哇，小孩子哎，你是梅杜莎吗？每次看你路过，总是妈妈总是叫我不要看你，因为我看起来太辣了，小妹妹。啊，不是，他是小弟弟，抱歉。哇，这谁好正啊？哇，凉爽的海风，感觉真舒服啊。我想今天又是炎热的一天。早安，天天，你有看到菠萝吗？他去澡堂了吧？我去澡堂看看。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就是朝那个方向去的。他就要跑去澡堂干嘛？不是去取货吗？怎么去澡堂呢？噔噔噔噔噔噔，来澡堂。哇，这个也超正的呢！这根本就是看妹子游戏吧？菠萝，你在澡堂做什么？叔叔正等着你把他包裹送去呢。你进错地方了，这笨蛋！这女人。就像澡堂天使，哈哈哈！天哪、啊，别又来了，清醒点，视线移不开。算了，我找他聊聊。早安，欢迎来到澡堂。这是一个能让你淋沐浴在刮镜，这是念刮吗？啊，这声音的碎石的芬芳里，使你的身心恢复活力，得到全面放松的地方。通常我会提供你有关任务的建议。哎，不错哦。
但现在我正忙着弄清楚这张收据是哪里来的，肯定是送货那边流口水雕像的人的下落。那做流口水雕像，他是在讲菠萝吗？总之，如果你去隔壁杂货店铺的话，请把这张收据带去。耶，结任务喽，获得了销售收据。另外记住，如果你感到迷失，记得来找我，获取免费提示。好哦。我很喜欢那座流口水雕像出水功能，口水缓缓地从松弛的下巴流出，太舒压了。你跟我讲是上面这个下来吧？啊，他还在看。哎，真的是。杂货铺是这里吗？不是哎、欸。不是这边，他说流口水雕像，可能应该要一直往右边走吧。啊，是这里啦，找到了。欢迎光临杂货铺，我们将在几分钟后开始营业。哦，你是来帮叔叔取货啦？呀、yeah ，这是收据。呀、yeah ，好的，我找找哦，有了，这是他订的货，他吸在这箱硬碟上的磁铁。啊，不就磁铁而已吗？我感觉好像没有很强的感觉啊！天天不欲锁，他连这个板子上面都汉化，你看多用心啊！叔叔，我来了，给你交出了磁铁。哦，就是这个，我的磁铁终于到手了，这表示是时候炫耀我新发明了。这个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哒哒哒哒！天啊，叔叔，这是什么？帮助你捍卫城镇的东西，我称它为发电机。哈哈哈，好，发电机，他连这个也发，他连这个也翻译的惟妙惟肖啊！发电机，发电机，这是从自旧世界奇妙装置，我正在试着把它重新拼装起来。带回那个磁铁就是装在哪里？装在上面的，就像是这样，看到了吗？等它完成之后，这台机器会产生足够的电力来照亮每桶镇，不分昼夜。它会赶走方圆十英里内所有的怪物跟海盗，真的假的？每桶镇将会变得安稳、安然、啊、安全固稳固。啊，我们也就是每桶镇啊，每桶镇。然后你就可以放松一下了。太棒了，叔叔，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？这个嘛，虽然才缺几个零件，但很快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需要装上，我看看哦，我的发电机设计图呢？昨晚还在啦，现在不见了。地下室你有找过了吗？地下室，我的工作没有地下室啊。但有一扇暗门就在……嗯，才刚讲完而已。啊，有人偷啦！捣鼓鬼！那个龌龊的海盗刚刚拿走我的设计图跑了。别担心，叔叔，我会，嘣！完了，世界大乱了。那是好奇吗？那阵爆炸是从中央传来的，我得赶过去。梅龙镇人曾受到攻击，你需要有人载你一程去天天附一所，快！我来了，别慌！欸，他们慌的时候看起来还非常的 happy 啊。一海盗来袭，还有他们笑脸呢，他们一点没有惊恐的样子。天天，我听到了，我想载你去，但是我鸟不够大，除非什么？凡仔，我需要你，准备给我好箱体见识一下我们最新的绝技了。谁啊？凡仔，超大凡仔变形？屁啦，他是怎么了？获得了鸟笛。鸟笛啊，稍后再听解释，先上去了，太扯了，瞬间巨大化是哪招啊？哈哈哈！咦，放轻松，板仔能维持这种大小好几秒，才几秒，只要选择地点就好，我会送你下去。中央大街是，哇，飞下去了，飞下去了，啊，存档，存档，存档。是的，存档完成。哦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到了。对了，关于那个鸟笛，我已经把它加在你的子画面了。好的，这边召唤板仔载你一程。
你收集所有物品都会在那里找到。如果你需要我载你啊，纸花边吹响就可以了，懂吗？当然，现在就看我给那群海盗尝尝我正义秀法的厉害吧，正义秀法。没想到这游戏攻击居然是用头发，太屌了！快去吧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我也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不会让你摔死的，懂了没？还是一样摔死了。哎呀，他怎么了？他降落方式都是用摔的，就对了。Let's go！ Let's go！ 哇，正式开始。哎呦！哎呦呀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太扯了！他的战斗画面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啊！哇，那 BGM 超好听的，很带、欸、超带感的哎、欸！BGM 带感到不行，还可以吃这个钱钱。My soul， 推过去吗？哦，用头发攻击，这么屌、啊！哇，不要丢啊！完了，这个打不到。那、啊、跳舞到底有什么功能？跳舞没功能，目前没功能。不能像超级马里奥用踩的、哦，哇，到处都是敌人。这个地上的火还会移动哦，我要怎么过去？欸、可以游泳哦！哎呀，原来可以游泳哦，害我怕的要死啊！哈哈，来了！我在吃招哎、欸！哎呦，差点掉下去！这游戏性还蛮不错的啊，我个人觉得，画面可爱啊，打斗方式又不错 ，BGM 又赞，视觉的享受啊，听觉的享受都不错，感知的享受也不错。哎呀，赞赞赞赞赞赞赞，这游戏太棒了！太棒了！有生之年玩到这游戏，真的是非常的开心。哦，又有繁中哦，爽！打不到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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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哦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是洛克人，洛克人梗吧？洛克人梗也有这种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上面什么小厨娘？我要上去，有妹子。完了，这一定要什么用运用什么能力才可以爬上去？对啊，我现在上不去啊。算了，之后再想办法。哎、欸，这可以打掉、啊。那可是之后的事情了吧？先往前走好了。这个应该也是，都摸不到啊！然后打这个方块干嘛？嗯，这方块可以干嘛？不知道。哎哎，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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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哇，掉下来了，再一次，够几拜？哎呀！啊啊啊啊啊啊！抱歉，不流畅。哇，我刚刚那些钱都不见了，哭哭哦！哇，没有了，想哭。那可能要二段跳才帮我拿得到吧？那个之后学到二段跳就可以过去了。所以我们暂时先这样吧。有些东西当下拿不到手啊，可能是之后的事情。一朵花，在花上面跳舞，啊，想太多了。哎呀，这个火焰是怎样？哎哎哎哎哎，弄到我啦、啊！不管了，存档，感觉要打 BOSS 战了啊、哦！哦，安全海盗全是鬼，全是捣鼓鬼，捣鼓鬼。也就是说，这场袭击的幕后主使者肯定是阿尼嘎，是谁？哇，居然是海盗，他就是他啊！你知道会有 DLC， 你知道吗？居然是他，历史七不知，我就知道，请尊称我七海女王。看来你又要回老本行了是吧？你听起来不太高兴见到我啊。不要紧，反正我要的东西已经到手了。在找这个吗？这什么东西？叔叔的设计图，还给我。你那愚蠢的古物，寻宝叔叔总是在挖掘失落的时代的贵重物品。不管这张设计图藏着什么秘密，我全都要啦，否则我怎么名副其实地作为统治支配整个闪金大陆？啊哈哈哈！小三小，我现在闪一边去，不然见识到我半生物、半船舰、水陆两用、捣鼓刮鱼的威力，那个刮鱼船呢、欸？哈哈哈！生化鼻涕水陆船。别称他那个叫什么名字，罗怪们、罗罗们，哦，准备射击，开打了！捣鼓刮鱼，别叫他生化鼻涕，还要别叫他这样子。哎，不能攻击啊！哦，他会送来一个炸弹哦，我看他怎么打。哦，这样子，有有有有有，哦，这样子敲这个，等它上面转完之后敲这个，它会送一个炸弹过来啊，哎，再来，叮，又送来一个了，太棒了，哎，射三小子，滚，嘿嘿嘿，我怎么死了？哈哈哈哈。抱歉，为什么我死掉了我都不知道，没在看血量的、啊。再一次 ，I'm sorry， 这边把它按掉。好，直接可以开始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Stop that Tinker Slug！ Fire the cannon！ 攻击。哦，原来这样打、啊。会了会了，原来如此，哇，他的炸弹好强啊！完蛋了，没多少滴血啦！攻击攻击，吃我的头发！有有有有！哇，我剩下一点点血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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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危险危险！攻击，打爆你！哎，还没挂，还没挂！剩两滴血了，去吧 ！Yes，
轻轻松松。拜！哇！大爆炸！哈哈哈！把设计图还来吧，把设计图交出来吧。看来你成功占上风了，但你不过是拖延我必定胜利、必定的胜利而已。耶、yeah ！获得了，再见。今天就到这里的小矮子，滚开！你们这群蠢货！哦，还笑得这么开心呢、啊？一个跳就逃走了，这是怎么设计的？还跳到船上？别再回来啦！你会相信吗？我竟然把他打跑了！我最好把设计图拿给叔叔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把他打跑了。也太好笑了吧？这是什么？传送门？啊，这是要把我传送回去的意思。啊，可以啊！完成事件，啊，被传走了。哇，这做的好精致哦，好美哦，漂亮。这游戏赞啊，超赞的，有没有？进入精灵之女，欢迎来到精灵国度，收下这个并变身进入光明吧。哦，这个变身新道具就对了啊，上面是什么？噔！获得了猴子舞啊 ，Monkey， 按 Y， 哦，可以选择哦，哦，哦，原来变得会攀爬啦，变猴子好可爱哦。所以说，等一下回去那些找那个小女孩，找那个小女孩变，不是不找那小女孩，是可以变成猴子爬上去啊。你说丽思琪后来驾船走了。他趁我不注意溜了，叔叔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往好处想吧，至少没人受伤，你也顺利的把设计图拿来了。好啦，你被开除了。哈哈，为什么？开除又来？是啊，中央大街乱成一团，海盗到处横行。我要去张贴广告，召唤新的守护精灵。一个人彻底铲除海盗的人。最近多了不少半精灵在守护城镇，其中肯定会有人想来这个海滨小镇的。免房租，壮观海景，微不足道的鱼腥味，报名就趁现在。哇，被开除了、欸！我从来没有缴过房租。哎、欸，我从来没有免房租过，好可怜啊！切，别理他，等这发电机完成，他会回心转意的。就相信你吧，叔叔。说起来，我得继续赶工了。你何不去镇上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呢？好的，准备好了。如果需要我的话，呀，好吧。我觉得呢，目前呢，这游戏玩起来的感觉啊、哦、还不错。你看这猴子好可爱呀、啊，哇，超卡哇伊，耶耶 ，so cute 啊，这就是我，好吧，这就是香缇半精灵英雄啊，非常的好玩。Steam 上面有发售哦。然后呢，这个汉化呢是要去这个靠北旧世印这个地方下载。好，记得需要个赞，多支持一下它。里面还有很多汉化可以让你汉化下载来玩，超棒的。好，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左下角有个订阅，右下角有个喜欢，或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，好，这个半精灵英雄再见了，拜拜，拜。